大姐，大姐夫，哎，你们睡了吗？睡了，睡了还说话？出来一下，有个事儿我得问问你。哎呀，哎，小芳啊，哎，一宿你说你闹了几回了？这还让不让人睡觉了？大姐夫，这又怎么了？出事儿了，出大事儿了！啊？什么事儿啊？出事儿了，孩子，出啥大事儿了？妈，你也行啊。啊，我问你个事儿啊。啊。 二米粒今天是不是晾衣服了？啊，哎呀，她怀孕了，你不知道啊？你怎么能让她晾衣服呢？哎呀，有一个孕妇就是因为晾衣服，一抬胳膊，哗，孩子掉了。哎呀，顺风啊，啊，我不是让她晾衣服，我洗了一盆衣服，突然间想让罩上那锅没添水，我就跑过去添水，回头她就把衣服晾上去了。妈。 咱俩不都商量好了吗？现在二米粒是关键时刻，保胎呀！最重不能让他干一点活，你怎么就是盯不住呢？我错了，孩子，我错了啊！没事儿，没事儿，妈，顺风，顺风，哎，你别这么神经经的啊！二米有什么反应吗？他现在干啥呢？睡觉呢。那不就完了吗？睡觉能有啥事儿啊？啊，没事儿啊，顺风，是吗？咱不嘀咕了，行不？晾衣服没事吗？没事儿，行了，没事儿，行了，没事儿啊！哎呀，这一晚上你都让闹了七八回了，赶紧回去睡吧啊！睡觉吧，啊，快找找找睡觉啊！
的，他就怕二米粒肚里那孩子有啥闪失。你说我这当妈的不得理解吗？妈，必须得跟他谈。你看顺风，眼圈也黑了，嗓子也哑了，精神状态也崩溃了。再这么下去，孩子没事，他完蛋了。哎呀，张子，有啥事明天再说吧，我眼睛睁不开了。好，那回去睡吧。啊，你睡觉了啊？好，赶快回去睡吧，抓紧时间，这天快亮了。哎呀，困死我了，这一宿啊就没睡。哎呀，行吧，折腾的，歇着吧啊。哎，好。大姐，大姐夫，你们睡觉了吗？你说呢？哎呀，没睡，你们出来，我有个问题要问问你们。又怎么了？哎呀妈，大姐夫啊。你今天做饭的时候是不是做菠菜了？对呀，我做了个鸡蛋汤，里边放点菠菜呀。你怎么能让二米粒吃菠菜呢？孕妇不能吃菠菜呀。哎呀，大姐夫，让你看点《甄嬛传》，让你看点《甄嬛传》，你怎么就是不看呢？孩子，看《甄嬛传》干啥呀？妈啊，《甄嬛传》这个电视剧可好了，告诉孕妇能吃什么，不能吃什么。《甄嬛传》对孕妇是极好的。是啊，那还真不知道。哎，顺风，你过来，你过来。哎，《甄嬛传》我看了呀，那些对孕妇不好的，什么藏红花，什么这，咱们家没有这材料啊。我跟你说，顺风啊，自打你媳妇怀孕以后，她每天吃什么，我都先尝一口，为这个我都备了一根银针。我再这么发展下去，我就是温太医。再说了，那温太医也没说不让吃菠菜呀。没说吗？孕妇怎么就不能吃菠菜呀？是啊，要不要去医院检查检查？哎呦，检查什么？二米粒不是没事吗？你净瞎折腾。对呀，顺风啊，那啥，二米粒现在有反应吗？有反应啊。啊？啥反应？什么反应啊？打呼噜呢？这不没事吗？打呼噜那不是很正常的事儿吗？没事啊。没事啊。我还是打个电话问问大夫吧。哎呀，他的主治医师张医生。喂。哎，张医生啊，我是钱顺风啊，你睡了吗？哦，你早就睡了。哦，好，张医生啊，我问你个问题，今天我媳妇儿啊，她晾衣服了，啊，她倒是没有什么反应，哦，没事哈。啊，对，她今天还吃菠菜了。哦，孕妇可以多吃一点菠菜啊。哦，好。张医生，这么晚了你怎么还不睡啊？这么晚不睡的话对肝不好。好，怎么样，没事吧？不行，我还得问一个。哎，喂，是赛华佗赛神医吗？哦，我是钱顺风钱总啊。你睡了吗？睡了你起来。我问你个事儿，我媳妇儿啊今天晾衣服了，还吃菠菜了，没事吧？哦，钱顺风你过来，你刚才说那个赛什么医生是谁呀？赛华佗赛神医啊。
就咱们门口卖药那人啊。呀，哎呦我的妈呀，那是个卖膏药的，那是个江湖郎中，他的话你怎么能信呢？怎么了？他电话你留他干什么呀？我告诉你啊，顺风啊，哎，我跟你说，那人不能听啊，你知道吧？没事就跑小区来私下来卖他的膏药，逮谁就说。有病没病贴一贴，有病没病贴一贴。大姐夫啊，你学这个小子怎么学得这么像呢？他跑咱们小区来卖那膏药来，让我抓了好几回了。我跟你说啊，他那膏药你可不能给二米贴啊，贴完那宝孩子真完了。我跟你说，你最近精神状态不正常，闹不好你就贴这膏药贴的。行了，没事了，赶快睡觉吧，好不好？啊，没事啊，没事了，没事。哎，妈，大姐，这么晚了，你们两个怎么不睡觉呢？你说呢？哦，对不起，睡觉啊，睡吧啊，好不好？快睡吧，睡觉。行了，行了，睡觉吧。还有一个问题。哎呀，不是，还有一个问题。什么问题呀？我想坐着说，我有点累了。行行行，你坐着说。来来来，大姐。啊，大姐，来来来，来，我问你个问题。干啥呀？你怀妞妞的时候是什么反应？最大的反应就是吃啥吐啥。吐。妈，哎，你怀我大姐的时候是什么反应？跟他一样，吐得一塌糊涂。你看看，人家孕妇都是吐，而美丽不吐，这怎么了？她越吃越多，现在吃的我都吐了，她都没吐。那不是好吗？这营养都吸收了，不是吗？这怎么回事？这不一样啊，跟其他孕妇啊。这人和人就是不一样。你看我怀二美丽的时候吧，哎，最爱闻着人家放鞭炮那个味儿。你看看，这就对上了。你看你。二美丽现在这个脾气跟个暴涨似的，一点就着，对不对？哎呀，哎，对了妈，啊，你怀我大姐的时候什么反应？我爱吃包子。太准了。什么玩意儿太准了？包子。包子。钱什么？钱什么？干什么玩意儿？我跟你说啊，你说孩子说孩子，你别急着你大姐啊。我说的就是孩子呀。现在二米粒突然爱吃那个驴肉火烧，怎么了？我就害怕二驴子将来生个小驴子。不可能，这孩子没事啊，顺风啊，真的没事儿。嗯，不行，我还是打个电话问问大夫吧。喂，哎，张医生吗？啊，还是我，钱顺风，你睡了吧？哦，刚睡下。哦，对不起啊，张医生，我想问问你，我媳妇儿跟其他的孕妇为什么不一样？她为什么不吐呢？哦，不吐也是正常反应。哦，好好好，好，你赶紧睡吧。怎么这么晚不睡啊？对肾也不好。哎呀，顺风啊，差不多行了吧？行了，别着急，还有一个电话呢。赛华佗，赛神医嘛。我还是钱顺风。对。喂，喂，哎，他挂我电话。大姐夫，你说的不错，就是个江湖郎中，一点医德都没有。这都几点了，人家能不挂你电话吗？顺风啊，没事啊。这样，妈，哎，大米，啊，来来来，赶紧啊，回去睡觉去。哎，我先看护着他，好不好？哎，抓紧时间睡一会儿，我盯不住了，你们来接班。行，好吧。那您俩争取早点睡啊。行行行，快回去吧，快回去。走了，走了。别走啊，我还有好多事呢。哎呀，行了，你就是可着我一个人问吧。来，你坐着，有什么事你说吧。我问你管用吗？我问的都是生孩子的事儿，你生过孩子吗？顺风啊，那当年你大姐怀孕的时候，不是都是我一手操办，我在那伺候吗？什么事我都知道。你说吧，什么事？对对对，啊，忘了。顺风啊，姐夫得说你两句啊，你现在精神不是很正常啊，你这嘀嘀咕咕的，这哪行行啊？我跟你说，顺风，我不瞒你啊，就你都影响我了，我现在都看什么都怀疑。不是，大姐夫，我是有原因的。什么原因呢？前两天我不是带着我媳妇儿去医院做孕检吗？啊，排队啊，前面有一对小夫妻，也是做孕检的，人家先进去的，他媳妇儿出来的时候，大夫说他媳妇儿没有胎心。她老公一听坐地下就哭了，我跟着也哭了，我害怕。顺风啊，啊，你别怕啊，你看二米都检查过了啊，各项指标都很正常。对对对对，你得相信科学呀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你不能那么嘀咕。你看前两天二米打了个喷嚏，好家伙，你就急了，你说这孩子要流产。不是，我是怕打喷嚏真的能流产呢。二米不是没事儿吗？他很健康，他怎么会流产呢？
还有前两天你买个听诊器啊，我说你买听诊器干啥呀？啊，你说你要听听孩子的胎心。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。结果听了半天，你急眼了，你说孩子没有胎心，然后就打120，医生来了说啥呀？真是没有胎心呢、啊，2个月才怀孕，你能听到胎心吗？人家医生说啥？说孩子的心脏很正常，说你不太正常。没事啊，顺风，总得有点理由不是吗？对不 对？大夫还让我长点心呢。不对不对，我媳妇儿跟其他孕妇还是不一样啊。你就拿吃饭来说吧，前两天啊，她说她爱吃酸的，你说奇怪不奇怪？她爱吃酸的，爱吃酸的不是很正常吗？酸儿辣女，没准你怀的是个儿子。可没过多长时间，她说她又吃辣的了，你说那也很正常嘛。她有的时候就这么颠倒，辣的这就是女儿呗，对吧？女儿多好啊，爸爸的贴心小棉袄。啊不是，那今天早上他哭着喊着让我给他买酸辣粉。酸辣粉怎么了？万一生个不男不女的玩意儿，我可怎么整？哎呀，顺风，你气死我了你！啊，你怎么会这么想呢？那万一那二米要是怀了个龙凤胎呢？哎，对不对？哎，有可能是龙凤胎啊。对呀、啊。哎呦，大姐夫，那我可就完美了。行了，哎呦，顺风啊，别这么嘀嘀咕咕的了、哎、好不好？好，谢谢你大姐夫啊。哎呀，这一家人你客气啥呀？哎、呀，这我心里就舒服了。行了，那行了啊，那耽误你睡觉了。哎呀，没事没事啊，别再嘀嘀了，弄得我都嘀咕了。好的好的，睡觉好吧，睡吧睡吧啊。算了啊，我别回屋睡了啊，我一回去再把二美丽折腾醒了啊，我就在这儿睡吧。不是，你这儿哪行啊？你这我给你这样，我把行军床给你扛出来。哎呦我的妈，睡得还挺快。行了，我也赶紧回去睡觉吧。媳妇儿啊，我都已经40多岁了，这孩子你可一定得给我保住啊！这孩子要是掉了，我就再也没有机会了。哎呀，也难怪他，街坊邻居。一直想要孩子，好不容易有了，他紧张啊，是不是？哎呀，没事儿，孩子一定会好的，放心吧，啊！切！哎呦我的妈呀！哎呦我的妈呀！哎呦我的妈呀！我好像听到二米刚才打了个喷嚏吧？哎呦我的妈呀！不会有事吧？哎呀妈！最近我也有点嘀咕了，是吧？是吧？打个电话吧。你看这主治医生。您好，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你这么晚了，人家能不关机吗？没事儿，没事儿，问题不大。啊切！喂，是赛华佗赛神医吗？不是，我不是钱顺风，我是物业赵刚子。你别哭，我不是抓你呢，我问你个事儿。钱顺风啊，他爱人刚才打了个喷嚏，孩子不会有问题吧？哦，没事儿，贴一贴膏药就好了。啊，打一个喷嚏贴一瓶，打两个呢，贴两瓶，那要打仨呢？哦，你还送一瓶，去一边去吧你。